董，董牌的梨，董牌的梨，董牌的梨。我这是一镜到底啊！秒牌的苹果，秒牌的苹果。这苹果里边都，每回里边都有我小学妹给我的情书。嗯，我小学妹水大，水忒大。然后加上我的我靠 ，OZ 靠牌的，现在比较稀缺了，澳大利亚的大草原上的澳大利亚的牛，牛逼的奶，然后我做成这个东西，嗯，这都装在周有光，周有光老先生111岁、112岁的金边细瓷碗里边，你说你老吃这奶不人道，把牛的奶给抢了，不对，嗯，既是游牧民族，嗯，他也不是整天吃肉的，嗯，他大量是吃奶，那过去也没冰箱也没电，你说那个放牧的一家人撑死了十口人，说今天宰只羊，明天宰只羊，我操，那一群羊全让你给宰没了，是吧？不能那么吃啊！那平常吃的什么呀？主要是奶制品，奶制品鲜奶，直接趴上去了，是吧？一边抠着豆，一边就嘬了，哎，但是鲜奶每天都往外流啊！你嘬不嘬那奶？不流不嘬，浪费了。那怎么办？把它挤出来做成酸奶，嗯，再把酸奶晒干了，变制成奶酪。嗯，我更喜欢奶酪，奶酪好贮藏。嗯，奶酪，嗯，啊，我也吃奶酪。啊，你看我这奶酪，这是中国奶酪了。嗯，我那德国奶酪没了。嗯。这个是德国奶酪吧？这是那德国奶酪，嗯，这是德国奶酪，嗯，还剩一片，嗯，我吃，我是学习世界先进的经验，嗯，所以人类最重要的啊，也就是对其他物种伤害最少的是吃奶制品，嗯，奶制品你没事也就啊。嘬嘬人那奶，嘬嘬奶那牛那奶，不然胀的，你嘬嘬那奶那牛还快乐呢啊，不然那奶也浪费，跟撒尿似的，得给尿出来。嗯，你要是吃牛的肉，你就得把牛给杀了，杀了不论是按，各种宗教，杀都是戒杀的，就是第一戒杀，比如那个。我们老说什么猪八戒，猪八戒是中国又添出了三戒来，嗯，其实人家是五戒，五戒我不会说那句梵文，季羡林会说潘达叉嘛，还是潘达什么，反正是领头是潘，拉丁语还有那个叫什么，印度那古话叫什么东西，梵文啊，潘是五的意思，比如 Pentagon 五角大楼。啊，照相机 Pentax 啊，五棱镜单反相机 ，Pen 就是五 ，Pentatrauma 就是五戒，五戒就是五件事不能干的，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，杀是排第一的，所以尽量的不杀生，不杀生又怎么获得蛋白质呢？一个是吃鸡蛋啊，鸡下出来那蛋呢，分两种。一种叫有食的，就是经过公鸡采蛋，就采那母鸡，你一般很难看见，你现在都看不见，就是采蛋，公鸡的屁股进到母鸡的屁股，给母鸡受精，受精了有了生命的蛋叫有食的蛋，食就是知识的那食，实际上是有了感觉了，有了生命的蛋，那叫有食的蛋啊。还有的大量养鸡场我们吃的那蛋是无食的蛋，就那母鸡这一辈子就没见过公鸡啊，不是那个啊，不是丁丁，就没见过公鸡都没见过，更甭说丁丁了啊，所以那种鸡蛋呢是无食的啊，就没受过精啊，也没见过精啊，就是那个叫无食的蛋。
现在工业品我们吃了大量的都市，你说那牛，肯定夏季它产奶就多，那鸡夏季太阳底下生蛋也多，到冬天的时候肯定就少，那怎么办？就把那蛋储藏起来，冻起来，说我这说奶粉怎么说到蛋竟是扯淡的话，奶呢也是，用先进的工艺把它处理了，变成奶粉储藏起来，储藏也不能老下储藏，你看这底下都有日子是吧？过期了就不行了啊！你看人家都有原产国澳大利亚，保质期年月日啊都有这个，所以就是任何东西，只要是对别人伤害少的就好，是对别人伤害好，那自己也不能累死啊。所以我们常吃的东西，是酸奶、秒牌苹果。我得再照照我小学妹那个包装纸，不然白吃人家的。这盘我小学妹的秒牌家果生秘境，怀来有珍藏，十年不易出，错过难再长。他这包的是富士秒牌富士，还有别的叫什么东西，王林什么，我再给你看看我那苹果，我这苹果，哎，不是苹果，是梨，董梨，董梨，中国烟台，中国烟台啊，对，哎呦，荣昌，这是那哥们儿老黄，黄城给我那鹅，啊，我今天得吃我这鹅了，不吃坏了。